我们现在正在排队，一个非常长的队。我们排这个队是要进哪里呢？是一个日本的连锁超市，叫福吉亚 Market。大概排了有30人的队吧，什么人都有，亚洲人啊，欧美人都有。这个超市呢，我们从来没来过，这是第一次来。开车到我们家大概是14到15公里左右。这个超市主要是卖食品为主的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超市了，排队排了有个15到20分钟吧。一进门呢，就是它的饮料和一些零食。Peter 去拿一个筐。拿一个筐，你再拿一个。啊？为什么不让录？海苔，看看这边都有什么啊？小饼，哦，这是一些小食品。小食品，这里是一些方便食品，米粉啊，面条啊什么的。这个商场不是很大呀。哦，这有一些日用品。这些糖果，日本的巧克力。寿司，哇，这么多种寿司啊！这是一些猪肉、牛肉，还有一些鱼。这么大的鱿鱼啊，鱼子。Keeping you safe on the road.
哇，这个超市的规模真的很小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排队。小鱼干、辣白菜、kimchi， 韩国的泡菜。香菇。韭菜一盒1.59元，跟中国超市的价格差不多。墨西哥的牛油果，中国产的生姜，美国的土豆，美国的洋葱，墨西哥的南瓜，美国的小白薯。再看看这边，海带。小啊，这个超市，这个超市也就是200多平米，不到300平米吧。哦，这是北海道产的红豆、红小豆的馅儿做粥的。干的香菇，哦，还有一些茶叶。可以搁那，可以搁那。他还没扫呢，可以。喂，他那个被扫了吗？就那个大的那个。看我就行了。嗯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拼主播。我们逛了不到半个多小时吧，买了两大兜子日本的小食品，还有一些调味品，一共花了70块钱。70块钱。如果要是喜欢日本产品的话，可以到这个超市来，非常好。对，非常好。这超市就叫伏击呀，伏击呀，这个超市就叫伏击呀。虽然说排队排的人比较多吧，但是呢还是比较值的。喜欢宾主播的视频，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